真是太高了。那咱什么时候？今天夜里就行动。臭泥脚杆子，敢串通赤匪跟我作对，老子让你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。跑步前进，把人都给我赶出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立即给我枪毙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好看的蘑菇都有毒，这山上好多野菜都有毒，你们忘了我爷爷上次就中毒了，咱得看准了再吃啊。这些蘑菇太少了，咱得多摘点，让吴大叔他们还有人劲儿打白狗呢。快点，快点，过去看看。
走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呀，白狗子来打咱们游击队来了，吴大叔他们还不知道呢。走，咱们赶紧告诉吴大叔。同志们，咱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准备这样。吴大叔，吴大叔，怎么了？吴大叔，慢点说，慢点。路好了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白狗子，白狗子他们上山了，他们上山了。你们看准了吗？看准了，那么多人呢。他们到哪儿了？到牛头沟了。牛头沟，太好了，队长。牛头沟地形复杂，白狗子这是来找死。对，咱们该打着伏击战。对，打伏击战。哼，他们这是送上门来了。小郑，到，通知大家出发。是，走。小哥，集合，全体集合。上去，立正！同志们，白狗子摸进山里来了。今天我们要毫不留情的把他们全部消灭掉。我们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参加战斗，我要跟你们一起打白狗子。对，我们也要参加打白狗子。我也去。你们三个小孩在家里待着，听话啊。不，我们就要参加战斗。对，我们也要去。听话，在家等着。孩子们，要听话啊！你们要是跟着去了，那游击队的叔叔得一边打白狗子，还得一边照看你们，一分神要伤着了怎么办呢？爷爷，我一定不用叔叔们照看，我能行。爷爷，我们能行。孩子们，听话啊，在家等着好吗？吴大叔，你就让我们去吧，我们肯定听指挥。那也不行。吴队长，我也要参加战斗。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东子、牙子、西妹子，你们看，赵叔叔的腿能上战场打仗吗？赵叔叔，你的腿伤还没好，磕坏伤口就麻烦了。东子，大家都上前线了，赵叔叔能不去吗？东子，过来来。东子，能完成叔叔交给你的任务吗？吴大叔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样的。队长，再不出发白狗子就要攻上来了。准备出发。大爹啊，你留在家里吧。我也留下。嗯，帮着照看一下孩子。行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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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再给他打死。快走，快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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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。还是团座精明，想出这么一个得妙计，让这些臭泥脚杆子挡枪子儿，赤匪一旦间开枪，全都成炮灰了。这是一家人打一家人的。老子就是要把这南山当成赤匪跟臭泥脚杆子葬身之地。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孩子们。叔叔向您保证，不去追吴队长，行了吧？那也不行，你得回屋待着。吴大叔说了，我要是把你放出去，就算我没完成任务，不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。对，你这牙子。西妹，到，你在这看着，不许让赵叔叔出来。是。哎，那你和牙子哥哥？我和牙子另有任务。陈牙子，到，跟我走。干什么？咱们俩去给赵叔叔采药。是。敌人靠近了再打，别浪费子弹。是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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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白狗子也太狠了，拿乡亲们当挡箭牌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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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怎么办？咱们弄上乡亲们了。赤卫，弟兄们，赤卫就在山上，给我挡，给我挡！他说他们和白狗子干上了，吴大叔肯定让白狗子他们哭爹喊娘了。要不咱俩参战战斗，狠狠地打白狗子？不行，咱们得执行吴大叔交给咱们的任务。不能让赵叔叔去参加战斗。那咱们春芽子服从命令。那好吧。快点，赤匪不敢开车，快走，他们逃跑，给我打，抓住撤。队长撤。你们回来了，西北，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听命了，在门口守着？我是赵叔叔让我进来的，他说他不走。你不守纪律。我东子，你把赵叔叔当敌人了是吧？就是，不是赵叔叔，这是吴大叔的命令，我是红军战士，要守纪律，听指挥。赵叔叔，人家没把你当成敌人，你看。这是我和牙子给你踩的，要给你治腿呢。行了行了，赵叔该跟你开玩笑的，啊。爷爷。哎。爷爷，我和东子刚刚听到枪声了。是吗？准是白狗子和吴大叔打起来了。牙子，咱们要打胜仗了。牙子，西妹，咱们给赵叔叔熬药去。好。不要逼着干啊！那个，我说弟兄们，都安静下来啊！咱们让那些臭泥脚杆子们当炮灰啊，打的赤匪是节节败退啊！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咱们团座的英明。对，来，我提议，为了咱们团座的英明。咱们干一杯！来，弟兄们，此次大获全胜，离不开各位的功劳。那些赤匪现在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，我们要趁这个机会，一鼓作气把他们彻底剿灭。来，我敬弟兄们！来，同志们，敌人拿乡亲们当挡箭牌啊！嗯。他们料定了咱们不敢开枪还击，哼，这种形势啊对咱们是非常的不利啊。吴万福这个畜生，队长，咱们干脆跟白狗子拼了算了，咱们不开枪，拿大刀劈死他们，对不对？对，说得对，咱们的大刀那都是有谱的，管保伤不了乡亲们。对，大家静一静，你们听我说啊，咱们拿着大刀跟白狗子拼，那白狗子肯定不是咱们的对手啊，是不是？可是人家手里面有枪啊，咱们拿大刀跟他们拼，这属于蛮干。同志们，咱们不能这么干，咱们要保存实力。队长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同志们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好。同志们，这个想法怎么样啊？好，赵排长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啊，我服从安排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散会。好，队长，这个主意太好了，准成。我准备准备去。好，好。爹，我开完了。嗯，开完了。大爹，队伍要转移了。转移？往哪儿转？白狗子拿乡亲们当挡箭牌，咱们不好应聘，只好转移。大爹，您别急，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啊。现在白狗子肯定是尝到甜头了，将来他们一定还会再进山的。刚才我跟同志们商量好了，如果狗子再进山，咱们就跳到山外去，趁他们后方兵力空虚，把他们老窝给端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可是呢，部队这一转移呢，免不了东跑西颠的，我担心这几个孩子受不了啊，所以我跟赵排长商量好了，让赵排长带着这几个孩子潜伏到南山县城去。一呢，让他把腿上的伤养好；二，把孩子们安顿好。他们还可以配合咱们设在南山县城的情报站，和他们一起摸清敌人的情况。我想问问，您老有什么想法？牙子，他娘在城里边有个远房亲戚，
把他搁到那儿就行了。可是东子和细妹子把他放在群众的家里边，不行。我不走。东子，哎呀，把被盖好。我也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叔叔也舍不得你们啊。那就别赶我们走了，吴大叔，你就让我们跟游击队一块儿吧，不怕苦。东子，你们要听话啊！游击队转移，那可是不，我就要跟着，对，我们就跟着。你们几个是叔叔的好孩子吗？那叔叔的话你们听不听啊？吴大叔，我们不想走，你就让我们听叔叔把话说完啊。我知道你们几个舍不得游击队，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，叔叔就不让你们走了。孩子们听话啊，跟赵叔叔去南山县城，叔叔答应你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你们几个都接回来，好不好？还跟咱们游击队在一起，行吗？真的。嗯，真的，叔叔向你们保证。那好吧，这才是叔叔的好孩子。东子，你看他们两个都答应了，你呢？我不听，我就要留下。游击队上哪我就上哪，我不走。哎，东子你回来。东子，东子。哎呀，这孩子呀倔起来跟他爹一样。大爹。带我们走了，大叔，你就别让我们走了。吴大叔，吴大叔，赵排长，哎，到了县城之后，一定找个合适的人家，把两个孩子安顿好。嗯。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。我知道。有时间啊，多去看看他们。啊，知道。怎么样？去。哎呀，张副官，走吧。对了，你腿上的伤要抓紧时间治。跟老乔的联络暗号你没有忘吗？副队长，我可是侦察排长，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忘吗？放心吧，交给我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嗯。路挺远的，赶紧走吧。是，西妹的。丫子，丫子。好了，妹子，东子，你是不是舍不得他们两个？要不然你们一块儿。丫头，西妹，都别哭了。吴大叔说了，不用多长时间就把你们都接回来，到时候咱们又能在一块儿了。东子哥哥，我会想你的，我也会想你们的。丫头，西妹子，走吧。走吧，鸭子，走了啊！走吧。
您叫我。孙副官，你马上安排给弟兄们筹集粮食。不进山打赤匪了？赤匪肯定要打，并且要全部杀光，但不是现在。咱不是抓了那些泥脚杆子当炮灰，行动已经有了成效吗？赤匪们现在已经被逼得没地方藏身了。刚才师座来电话表扬了弟兄们，还下了新指令，命令咱们团趁这个机会大举进山，在三个月内把山里的所有游击队全部剿灭。团座，我看要不了三个月，三天就让那帮赤匪全部完蛋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啊。筹备军火的事儿，我让田副官去办了。你负责统购调集军粮，要是弟兄们进山没有粮食吃，搅乱了军心，我就拿你试问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马上去办吧。是。回来，团座。这次统购军粮可跟往常不一样，关系到整个进山清剿计划，你心里一定要有数，绝对不能走了半点风声。找一个牢靠的米店去办理，别出了差错。是，您放心，如果有半点闪失，我提着脑袋来见你。去吧。是。我又不是看着你这个老实人，这点钱说啥我也不会租给你，看我的房子多好。是是是，大姐，这回让您吃亏了，等小弟挣到钱一定再给您涨点。我走了啊。哎，记住了，你赶紧把户口去到亲戚家拿来，我下次来的时候要看的。现在户口查得很紧，你们没有户口给中央军逮住了，麻烦就大了。哦，谢谢大姐。走了啊。好，谢谢啊，大姐。咱们新家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好。好在哪儿？嗯，不漏风，不漏雨，睡觉暖和。来了，西妹，来，把咱新家一块儿收拾收拾，啊。西妹在家，把咱房子好好收拾一下。叔叔上街买点咱们要用的东西，回来就送你到你舅妈家去啊。哎，别任性，听话啊。西妹子，叔叔走了啊。好。不想去，我想回山上。
情况也就这么多了，要是有新的情况呢，我再告诉你。好，彭连长，那就多谢了。张掌柜客气了啊。那行了，兄弟先告辞了。好好好。这位先生，您要点什么茶？小店有上好红酒。都这朋友都好啊，不送不送。茶喝完了就过来。好，小店随时给您备着。好，留步啊。好，不送。先生，您要点什么茶？你们这儿有没有普洱茶？普洱茶啊。这位先生，买茶吗？你这儿有普洱吗？我们家老爷子就好这一口，一个月能喝一斤。哦。令尊高寿啊？家父69，再过三天就是70大寿，我准备给老爷子好好操办操办。那感情好啊，小店的好普洱都在楼上的，您跟我来吧。来。赵刚，赵排长。乔梁。老乔。哎呀，吴队长早就跟我提起过你呀、啊、今天咱们终于见面了，怎么样？老吴和同志们都还好吧？部队马上就转移了。哦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哎，刚才啊，我听侯连副说，白狗子抓乡亲们当挡箭牌，把咱们游击队啊逼得连连后退啊。侯连副？哦，也就是你刚才看见的那个。你怎么？他是胡万福手下的一个连副。你怎么认识他？哎，不愧是侦察排长，警惕性还蛮高的嘛。啊，放心吧，这个人呐，已经让我给买通了，眼下正在给咱们提供敌人的情报。这个侯连副啊，也是个穷苦出身，早些年呢，让中央军抓了壮丁。他经常上我这儿来买茶，一来二往的。我就跟他混熟了，这个人呢，还算可靠。我说嘛，刚才在底下，差一点就误会了，本来都不想给你接头的。老乔，哎，敌人现在什么动静？听侯连副说，胡万福已经开始囤积军火、统购军粮了，准备大举进山，要跟咱们队伍来一场大战。老乔啊，知不知道敌人的军火和粮食在什么地方？军火眼下都运到城南的城隍庙了，有一个排的兵力在负责看守。至于军粮嘛，听侯连副说，县城有十几家米店了，究竟有哪家操办，他现在还不清楚。说，好像是吴万福手下一个姓孙的副官呢，在负责这个事儿。老乔，哎，看来敌人不会马上进山的。小赵，这样也好，老吴和同志们呢，有足够的时间转移了。哎，小赵，城里呢，眼下敌人查得很严，你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嗯，老乔啊，吴队长这次派我下山。一个呢是让我安顿好两个孩子，嗯，再一个就是让咱俩好好配合一下。哎呀，争取找到敌人的情报，及时传给游击队啊。哎，你准备怎么安顿孩子们呢？呀，眼下细妹还没有着落，春芽子倒是有舅妈在县城里头，我打算现在先把春芽子送到她舅妈家先寄养一段时间。行，就先不多说了。嗯，我这就去办。好好好，那你先去吧。好，哎，慢走啊。好，哎，大姐，牙子不能放在我这儿，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。哎，大姐，我知道给您添麻烦了，可这也是没法子呀。再说牙子可是你实实在在的亲戚啊。大兄弟，你们来的时候都看见了，白狗子把告示贴的满墙都是，四处抓红军家属。告密的还有赏呢，
伢子他爹几年前就投奔了红军，他爷爷又当过柳溪的苏尚爱的主席。你说这要是让白狗子查出来，还有我们孤儿寡母的活路吗？妈妈，大姐，这样，伢子的户口呢，我想办法去办，他就先在你这儿，你就不行，你还是另想法子吧。我们家那个短命鬼死得早，我一个人拖着仨崽子，这日子本来就难过，你再给我塞一个来，你说你还让不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活下去？伢子，伢子，大姐，谢谢了。伢子，伢子，你跑什么？啊？在游击队一定能杀掉胡万山，为你妈妈报仇的，啊！嗯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走吧，快回家吧。什么时候转移呀？这个得问你吴大叔。哦，大叔。啊，大爹啊，东子，干嘛呢？玩呢。那你去伙房给秦大叔帮个忙。哎。大爹，嗯，这是缝什么呢？东子的裤子破了，给补一补吧。啊，大爹，啊，您岁数大了，就少干点吧。你有事儿啊？嗯，我昨天晚上想了又想，咱们队伍一转移，条件可能会更加艰苦啊。这大人倒无所谓，我就担心这小东子，我担心他会吃不消啊。他可是革命的后代啊，咱们应该保护。那你的意思？我想麻烦您再下一趟山，嗯，找一个合适的人家把这小东子给寄养起来，但是跟他们说清楚，收养不了多长时间，咱们就会把他接回来的。那行，我现在就去。那就辛苦您了。啊，对了，啊，千万别跟这个小家伙说，免得又给咱们出难题。你放心吧，我下山先打完打完再说。哎，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伢子舅妈不肯收留伢子。嗯，这是没有办法，你想想。她一个女人家，带了三个孩子，本来就挺不容易的。再说，现在白狗子是到处悬赏捉拿咱红军家属，她就是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胆子呀。那再找找乡亲们，想想别的法子。眼下局势那么紧张，连自己的亲属都不肯收留孩子，更别提乡亲们。哎，要不？先把孩子们送到我这儿来吧，这哪行啊！哎，老乔啊，你这是做生意，开门有店，人多眼杂。这万一孩子们的身份暴露，那怎么办？他们可是咱们革命的后代，
咱们必须保护好。要不，还是你带着他们得了。我啊，老乔，你让我赵刚去搞情报也好，打白狗子也好，那我没话说。这带孩子，我哪带过孩子呀？这一天两天还行，这时间长了，我自己本身就有任务，整天拖了两个孩子，完不成任务，怎么办？是是，这，哎，那到底怎么办呢？咱们都别着急，再想想办法。不管怎么着，一定要把孩子给安顿好。这可是吴队长和组织上交给我的重要任务啊！